啊，蹲不动，撑不动。老师，我要三牛顿、四牛顿的，五牛顿、六牛顿，哎，动了。我是举例啦，我当然不可能用六牛顿去推一个这么简单的东西。现在这种地面，你要推它的时候，它都不动，是代表它的摩擦力跟它阻挡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是不是一个 F 过来，这是我施的力，那跟它阻挡力是不是就是摩擦力小 F？那我是不是不动代表的合力系统？我系统上不动合力是等于零，所以此时此刻静摩擦力我是不是代表东西不动？所以我的静摩擦力是不是等于我的施力？东西突然动起来了，是不是代表我的静摩擦力已经被我克服了？那这时候这个值就是最大静摩擦力。量多大？我今天是个大力是这样推，还是我是一只小鸟依人这样推？移动速度是不一样。但是他们所受的动摩擦力都是一样的。